毛巾拧不干，走路缓慢站不稳，恐是肌少症上升。简单三秘诀，练出好肌力。用力夹紧，一、二、三。我们训练那个内收肌群的肌力，这样可以减少你之后吃止痛药的几率。中医调理脾胃，改善无力症状。补脾胃的气，我们的肌肉力量会变得比较强。这位仁医守护爱结合中西医专长，带你养肌抗老，告别肌少症。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智慧仁医守护爱，我是台北慈济医院陈少智。关于老年人，我们一般观众的印象是，骨头容易断，因为骨质疏松，那关节会退化，会导致行动不便。可是您知道吗？我们全身的肌肉也会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而逐渐的流失，造成呢肌肉无力。那肌肉一旦无力呢，会造成我们骨骼啦、关节的负担加重，导致老化加速的进行。那到底我们如何能够养肌抗老，在我们今天节目中为您做深入的探讨。邀请到的贵宾是复健科刘东环医师。大家好，我是东环。中医部吴佩青医师。大家好，我是佩青。还有我们健康观察员千惠小姐。大家好，我是千惠。是，那除了三位贵宾以外，一如往例，我们就今天的接口音团队欢迎来电。血液科万祥林医师，解剖病理科余中泰医师，整形外科卢春德医师，肾脏内科洪思群医师，心脏血管外科盛大中医师，胸腔内科黄俊耀医师，身心医学科黄长志医师，以及妇产科张志远医师。讲到这个肌少症哈，这个相对于什么骨质疏松啊，相对于这个退化性关节哈，一般观众是比较陌生的，所以刘医师还是先请您跟观众朋友解释一下什么是肌少症，那台湾的盛行率大概是如何？基本上我们人类在活动的时候，最主要有两个组织，然后一个就是我们所谓的骨骼，那另外一个就是肌肉。那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随着年纪的老化吼，我们的骨骼会退化嘛，甚至骨密度减少，就是所谓我们讲的骨质疏松。那肌肉也是一样的道理，在我们在年纪增长的时候，肌肉量也会随着年纪会下降吼。那根据国外的研究显示，我们肌肉量大概在20岁到30岁会达到高峰，30岁之后就慢慢下降。那过了70岁之后，60岁到70岁之后，这下降速率会更快。所以说，如果说我们随着年纪的增长，肌肉量在下降，那另外就是说肌肉的这个机能也在下降的话，这种状况我们就是叫做骨骼肌减少症，然后简称肌少症。是。那目前的话，根据我们那个国卫院以及国内多家研究那个医学中心，他们一起合作这个台湾老年人肌少症转移研究的这个研究里面，有指出我们台湾大概大于65岁以上的老人，如果你不分男女的话，全部来看的话，大概有 7.3% 有这个肌少症的这个问题。那大部分的话都是男生，就是高于这个女生，大概有2-3%左右。那超过75岁之后，这个比率的话，就会得到肌少症的比率甚至会提升，大概10个里面会有一个。所以基本上的话，就是说这个是值得大家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啦。是，那肌少症除了会造成肌肉无力以外，对我们身体的健康还有其他的影响吗？基本上我们的肌少症的话，从最基本的会影响到比如说我们的身体的一个基本的功能之外，另外会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的这个行动能力，那甚至会导致我们的这个生活品质会变差。那有时候因为你肌少症的关系，因为肌肉就是无力嘛，所以就很容易跌倒。那有时候因为肌少症，它甚至还会合并这个骨质疏松，所以你跌倒之后可能再会合并一个骨折。那有时候骨折如果厉害一点，可能我们就造成髋骨或大腿骨的骨折。那这种骨折有时候就会躺在病床上面，甚至就是卧病，那可能就合并会有一些继发并发症或重症。那严重的话甚至会导致死亡。那根据我们国卫院今年6月的时候发过一个新闻稿，也就是国卫院其实他们在民国88年到89年的时候有针对于1500个老人家，有做过一个大概为期大概9年的一个追踪的一个研究。那份研究就是把这1500个老人，他把他的肌肉含量，就是身体里面的肌肉含量，划分成四个等份啊。是。那后来他们研究有发现说，肌肉含量最低的那一族群啊，他的死亡率居然是其他族群的2倍。这个就是，那这个族群刚好就是肌少症那个族群啊。这个数据就是跟大家讲说，其实你肌肉量比较低的话，相对性那个
死亡率会相对性会比较高。那另外刚刚有提到说，哎，有肌少症会不会合并有这个骨质疏松？那有根据来自台大医院他们的一份的那个研究有显示，如果你有肌少症的话，会比没有肌少症的这个族群的病人的话，这个骨密度不正常的比例会高达这个 1.72 倍。那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要值得大家深思的一个问题，因为第一个肌少症卡波兰嘛，丘波兰嘛，那就可能很容易跌倒，是，那骨质疏松就很容易骨折，那如果两个加起来，其实骨折几率会上升的非常的可怕，所以相对性来讲，这个死亡率也会相对性来比较高，所以目前这个肌少症就是很多国内医学中心目前一个新兴的医学都是往这边去研究，对，也就是也还是会危及我们生命的，对对对。那另外吴医师虽然是中医啦，不过据我个人了解，你对肌少症有个人有很深入的研究，也参加一些研讨会，是跟大家说明一下，那哪些是属于高危险群？好，那刚刚像刘医师所讲的，当然我们的肌肉含量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流失，所以老年年纪偏大越来越大的话，它本身就是一个危险因子哦。再来的话就是过瘦，如果说他今天很瘦的话，那他的肌肉含量本来就会比较少，或者是急速的体重减轻。那我们过瘦的定义的话是指 BMI 小于23， BMI 的话它的计算方式是用我们的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体重所使用的单位是公斤，那身高的话所使用的单位是公尺，大家可以稍微计算一下自己是不是落在这个族群里面。但是除了过瘦之外啊，那个稍微肉肉一点的就不要暗自窃喜，因为过胖它也是一个高危险群哦。现在有一群人我们称为叫做肌少型的肥胖，那它是肌肉含量变少，但是它的体脂肪却增加，特别是在内脏脂肪的地方。那这一型的肥胖呢，它导致三高或者是代谢症候群的比例跟危险性比一般的肥胖还要更高，也需要特别注意。那这一型的话，它的 BMI 只是大于30。那还有像刚刚刘医师所讲的，因为我们运动可以增强肌肉的力量，或者是肌肉的含量，那如果你是长期不运动的人，本来它流失的就会比较快。那有一部分的人他是没有办法运动，比如是长期卧床的，那这个部分的话也是要特别的小心，因为它是一个更高的危险因子。是，那再请教吴医师，那我们观众朋友在日常生活遇到什么情形，你可能就要怀疑他是有这个肌少症？这个就我们就要请家里面的晚辈哦，在跟长辈吃饭或者是生活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哦。以前可能长辈啊，他们拧毛巾，早上洗脸拧毛巾的话，他可以拧得很干，但是现在他却没有办法拧干他的毛巾，这可能是上肢的力量逐渐在丧失哦。那我们要特别注意。那还有就是我们饮食，比如说罐头的盖子，以前可以很轻松的转开，现在他可能不容易打得开。我们也是要特别注意一下，他可能真的上肢的力量比较不足够。那还有早上起床或者是坐在椅子上要站起来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很顺利的站起来，他可能必须要用手这样子去撑扶才有办法站起来，那代表他下肢的力量，如果我们排除一些骨骼或是神经的问题，那可能是下肢的力量变差了。最常见的是我们有时候在马路上会看到一些老人家，他可能绿灯的时候开始过马路，但是等到红灯的时候他还没有过完马路，或甚至他只有走到马路的一半哦，那代表他下肢的力量丧失得非常的快，那我们可能就要带来医院做一下检测，或做比较积极的肌力运动的训练。是，那一旦怀疑有这个肌少症，那到医院来，我们医院有没有什么方法啦，或者说是仪器可以确定它是一个肌少症？正如刚刚那个吴医师他讲得很好了，生活当中有很多一些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说有没有什么问题。那另外的话，我们还再教大家一个比较简易的方式，在家里可以检测长者看有没有这个肌少症的问题。是，那我们请那个陈千惠小姐为我们示范一下。那我们首先就是长者他坐在椅子上面，然后我们就请他起身，之后往前走大概3公尺左右，走到3公尺之后，我们就请他就是后转之后，然后回到原本的位置上面，然后再坐下。那其实刚刚像陈秋月小姐这样，其实应该是不到10秒钟了。那如果说这样的过程如果大于20秒，我们就可能初步要怀疑可能有这个肌少症的问题。那
如果刚刚有像刚才吴医师讲，或是刚刚我教那个检疫方法，如果说觉得老人家可能有这个问题，就麻烦你可能带来医院，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详细的检查。是。那目前的话，我们这个筛检流程是依据我们2013年亚洲肌少症的共识会他的建议来做一个建议的一个流程。那目前的话，我们就是刚刚有那些症状的时候，我们带来会先检查你的握力跟行走速度的评估。那如果你的握力跟行走速度不够的话，我们可能接下来就会测这个肌肉量。那握力要怎么去测呢？我们这边有一个握力机，那麻烦下一张 slide 对。这边有一个握力机啦，那现在是在零的位置。那我现在先测试一下，就是用尽那个吃奶的力量，一只手，然后就先测。好，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红色的线的地方，就是我的测的红色的指针，对对，嘿，指针就是我测的力量这样子，其实还蛮轻松的。那大概是二十几，我这样按了一下是二十几，然后大概测了五次都差不多啦。对，好，那我谢谢那个陈俊慧小姐的示范。所以基本上的话，我们的握力最主要是要测那个惯用手啦。是。所以惯用手的握力，如果男性小于26公斤，女性小于18公斤的话，就可能要怀疑有这个肌少症的这个问题。那刚刚千慧其实她已经超过18公斤。那另外一个我们要看这个行走速度，如果她小于0.8公尺每秒的话，也要怀疑有这个肌少症的问题。那再下一张 slide。所以刚刚有跟大家讲，如果是低握力，或者是低行走速率，两个其中有一个的话，我们接下来可能就是要排去测你那个我们身体里面的这个肌肉量到底够不够。那目前我们去测这个身体里面肌肉量够不够有两种仪器，一种是双能量 X 光吸收仪，这个以前就是目前我们也是拿来测这个骨质密度的。那另外一个就是生物电阻抗分析仪，目前这个我们医院也是有。那测出来的结果，如果说肌肉量的话，男性如果说是每平方公尺小于7公斤，好，女性的话，如果是每平方公尺小于5.4公斤的话，这个我们就可能要诊断是你有一个肌少症的问题了。是，那刚刚刘医师所讲的那个惯用手，就是右手的人就是用右手握，对对对，左撇子就用左手握。好，那经由两位医师的说明，相信观众朋友对肌少症有进一步的理解。接下来我们看一段影片，那85岁的范爷爷他有肌少症，两位医师用医学的方法来帮忙他，让他的健康恢复一点。中间这个是你们长官吗？侦查部主任呢、85岁的范月和翻着60年前的老旧黑白照，年轻时他是位高壮挺拔的国军英雄，身体一向很硬朗，但就在2014年12月，突然跌了一跤，就再也站不起来。我们赶快去挂急诊，结果去了急诊室，他一检查就说他那个髋关节有那个骨折，他就说要马上住院，要开刀。虽然骨科手术治疗完成，但年事已高的范月和却害怕下床行走，缺少运动，再加上食欲不振，体重竟然下滑近20公斤，随之而来的是肌肉支撑力越来越弱，甚至无法行走，连起床都需要妻子搀扶，几乎只能瘫软在床上。医生一直看那个片子就说他骨头又长回来了，这个已经情况很好了，他怎么不会走路？我们也感觉到很纳闷，为什么不会走路？在儿子的建议下，范太太带着先生到中医师吴佩青的门诊，想试看看中医能不能改善范爷爷的状况。好，来舌头我看一下哦。OK， 来手借我一下下。Okay.吴医师仔细评估了范月和的情形后，怀疑他除了骨质疏松外，还合并了肌少症，导致患者无法站立。因此，吴医师决定从脾胃开始调理范爷爷的身体。之前你脾胃比较不好，然后吃不下，然后膝盖比较没有力气，所以说我有帮你开一些疏肝理气，然后开脾胃的药。好啊，现在我们的药就会以补气的为主，好不好？补脾胃的气，我们的肌肉力量会变得比较强。我先生刚这样的时候，他那个脾气真的是很差很坏，他就因为他不足的在，本来他就一个好好的人，怎么现在什么都不会了？所以那吴医师就很有耐心的跟他说：“贝贝，你这个就是要怎样了哈，不要紧，你慢慢来，你会进步的。”他就是会鼓励他。
教你做一些运动好不好？强化一下。为了增加范爷爷的肌肉力量，也同步会诊复健科医师的门诊，教导范爷爷一些简单的床上复健运动，中西医合并治疗，强化肌耐力。来，用力夹紧，一、二、三、四、五，好，放松。这个作用我们是强化那个内收肌群的、啊。跌倒以后完全靠人了，靠人来帮忙，脾气已经好了，你自己完全处理了，自己上床下床啊，出来走一走啊。经过半年的治疗，范爷爷不仅食欲变好了，体重也从65公斤恢复到往昔。现在不仅能够自行上下床处理日常生活，更增加运动量来锻炼肌力，避免跌倒骨折的风险。那个范老先生其实是吴医师诊断出来哈，帮我们观众回忆一下，你怎么发现他有这个问题？当初北北他的家属有告诉我说是，北北他因为跌倒受伤之后，那就是躺床，因为疼痛也没有办法站立，所以体重急速的下降，胃口不好，失眠。那我们就怀疑他的状况是不是骨质疏松合并一个肌肉减少症，就请家属带过来诊间做一下检测。因为年纪大，然后体重急速的下降，然后再加上一个这个长期卧床没有办法运动的状况，本来就是肌少症的危险因子。其实我觉得啊，为什么肌少症会看到那个佩琴医师，其实就是佩琴医师多了一份关心。所以爷爷他其实吼很害怕上镜头，那是因为这两位医师的关心，他才愿意出来分享。是多关心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吼。那既然已经知道他是肌少症，在中药上面有什么可以帮忙他的吗？肌肉减少或是肌肉微软无力在中医来讲是一个萎症，就是萎缩的萎哦。那常见的原因就是气血不够，所以说我们就是帮北北他稍微补了一下气血。那当然，因为他还有一个胃口不好，那心情的部分，我们就加了一些疏肝解郁的中药，让北北胃口变好，他就可以摄取足够的营养来加强身体机能的修复。是。那从西医的观点哈，复健有些什么运动可以来帮助我们这个范老先生？好，那大家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哈。那基本上的话，我们这个图片最主要是针对于这个比较年老的老年族群啊，那他们比较好做运动。那这个我们叫做背部核心肌群的运动哈。那在做这个运动之前，大家要记得最大的一个重点就是用力的时候，或者是在撑住的时候，千万不要去憋气。就是吐气是可以的，吐气是可以，但是千万不要憋气。那憋气的话会导致那个血压会上升，那甚至血管会崩掉，这个都不太好。那一开始的话，我躺在床上之后，我们就保持一个屈膝的一个动作。那屈膝之后呢，我们就是就像这个右上角这个图一样，我们就手往前伸。然后上半身大概微微就是上扬，有点在做浮力挺身，但是不要做到全部弯过去。好，微微上扬之后，有感觉到这个腹部肌肉在收缩之后，然后我们就停在这个姿势，大概是5到15秒，就根据每个人的那个状况，好，大概5到15秒，然后之后再放松，再躺回去，好，大概休息个5秒左右，再继续做。那大概就是我们是建议大家早晚各做10次到15次啊。那因为刚好在床上的时候，这个很好做。那另外一个姿势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屁股也是一样，尽量抬高，抬高到最高之后，也是撑在那边。如果5秒可以，就是慢慢增加到15秒这样子。那除了这个动作之外，如果有一些人他进阶来讲还可以再做的话我们可以利用，比如说家里有球，或者是说像我们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家里的那个枕头，我们可以把它折一半我们就可以把它夹在这个两腿的这个膝盖之间，然后我们现在用力夹紧，因为这个是训练内收肌群，那也是一样可以撑5秒那甚至可以加长到15秒，也是一样早晚各做10次到15次。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可以就是说做这个股四头肌肌群的运动那就是基本上我们就是把它抬到直直的，然后可以配合这个脚盘做一个伸展的运动好不好？这个也是一样可以撑5到15秒这样子。再放下来，是。Okay. 那除了药物跟运动以外，我们中医像针灸是不是也是有帮忙？就是
刚刚前面有提到，就是肌少症它其实是一个气血虚弱的状况，所以我们可以使用一些补气跟补血的穴位，比如说像是足三里或者是三阴交。那补气的话，我们就是选足三里。足三里位于我们膝盖下四根手指头的位置，然后胫骨外旁开一根拇指宽度，按下去会有酸麻胀的感觉。那三阴交的话是公同四物汤的补血穴位，它是位于内踝尖往上四根手指头，那我们是在胫骨后侧缘，按下去会有酸麻胀痛的感觉。那这两个穴位其实都是中医里面有名的长寿穴，我们曾经有病人就是因为肿瘤骨转移，然后造成肌肉的萎缩，那我们针灸这两个穴位之后，那病人现在可以自行行走，效果还不错。是，另外营养各种疾病也都很重要，从中医来看哪些营养物质是有效的。有一些食物它其实是具有中医里面所讲的补益气血的功效，像红豆、蜂蜜、牛奶、坚果、温热的甘蔗汁、莲藕、莲子，那还有桑葚跟葡萄，其他的还有山药、鸡蛋或者是红枣跟黑枣，这些都有补益脾胃跟气血的功效。是，那我们西医方面，好，那就我们目前那个西医的实证医学来讲的话，其实最主要的这个我们要预防肌少症的话，其实最主要要有适当的营养补充。适当的营养补充就是要有足够的蛋白质跟维他命 D， 另外就是刚刚我们教的这个阻抗型的运动。那足够的蛋白质，我们希望就是能够老人家的话，我们希望能够每公斤体重补充到1到1.2克的这个蛋白质。是，非常谢谢三位的分享。我们最后还有明天节目的预告，谢谢你的收看，感恩。孩童如果抵抗力好，就可以不用打疫苗。还是会建议他们要打疫苗，因为基本上来讲，就算你抵抗力很好，我们说多一层保护还是比较好这样子。你没有打的话，你当然勤洗手啊，或者说戴口罩都有可能可以预防，但是百密一疏，但是都还是有可能会感染到一些流感，或者说刚好那天就这么不巧的就是身体比较差，然后就刚好感染到，这也都是有可能的。那但是你如果说有打了流感疫苗的话，基本上你多一层保护，这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所以还是说建议能够大家都还是要打流感疫苗，而且打了之后会有一些群体就是群众的保护效力。打了流感疫苗之后，应该是跟一般的注射疫苗的注意事项应该是类似啊，主要就是说可能30分钟后还是最好能够待在原来注射的地方，避免说有一个急性过敏的反应，这样可以做一个紧急的处理。疫苗的施打是把疾病的预防化被动为主动，依照儿童健康手册中的疫苗接种时程，帮宝宝建立抗体，打造安全防护网。肺癌为国人十大死因之首，其中以肺腺癌占大多数，但初期症状不明显，往往发现时已是晚期。这种看到对啊，就知影讲已经要第四期啊。你看这种物件，拢无你感觉讲，敢那知影鼻头，知影安那，知影扫安尼呢？智文人医守护爱告诉您，肺癌特殊基因标靶药物能准确攻击癌细胞，增加存活率，减轻副作用。